Hi, everybody. I want to play again. 靠北哦，这个影片是真笑的哦。标题写外国人玩游戏的反应，结果点进来是一个讲台语的。好，今天要探讨的话题就是为什么大家爱看外国人的反应。我用这个游戏让你来了解，一开头发现有多种语系可以选。Oh, so cute! I think I will like it! 有没有？外国人讲话都要怪腔怪调，好像头被门夹过一样。其实这正是来自西方的温柔，因为他们怕冷场，所以都演得夸张一点。进行游戏，看个剧情。So funny! 啊，是哈三小，大概看美国的脱口秀，哎、欸，真正感觉伊的笑点有够低啦，堆烂梗，也可以在那边爽半天。但这就是人家的优点，欢乐会传染，看你敢不敢。只要有人愿意带头耍白痴，自然会有股宇宙力量，让生命充满喜悦。反观华人，就是放不下身段，只想装逼，结果场面搞得超级僵，何必呢？接下来要看一段超强的影片。My God, he's incredible! I can play too. 外国人用力，简单而强烈，毫不吝啬的赞赏，让你听得心头爽。你东方文化就是自古文人上品。这跳舞的影片是袂歹啊，但比起初音，也是差滴远呢。学了就学了，后壁加一句就冲啦。这就是白目心胸小，内斗少不了。亚洲人的飞弹专打亚洲人，你说要怎么进步啊？这个好，开始玩游戏。What? Why is money in an egg? Oh, you can buy clothes. 真侪网友拢爱笑外国人讲，什么都要 why， 这么简单的问题也不会，这才叫做真正的巧，好无？勇于发问才是得到答案的捷径，而且一来一往才能教学相长。这样向的交流绝对是赢过关门坐车。继续玩游戏。I can see anywhere. How to fight an enemy? I need a fighter music. 是不是很直接？一针见血，差到缺点。并不是要崇洋媚外，而是华人真的被儒家思想荼毒太久。中辈分讲伦理，有话不能直说，只好上网在人背后讨干掉了。情绪发泄了，但事情却永远得不到解决。所以讲，为什么大家拢真介意外国人来评断台湾的文化？除了看因的趣味反应，就是想听听真话嘛。举一个实事例子，某位资深艺人飙国骂怒呛来宾，结果是来宾被我封杀。这款黑暗国家，谁还敢诚实？真的是不得已，才得靠这些外国朋友。但远亲不如近邻，外国人终究是出一支嘴。这款由台湾人才独立制作的游戏，还是需要台湾人自己来支持。虽然说游戏的设计还是有所不足，但这种人真的非常用心。在游玩的过程中，跟他说某某地方不好，他也豪爽地回应，马上着手修改。毕竟不用回报韩国原厂，因为他自己就是原厂的人。武力的批评，
有你的指教，佮加上你上实际的鼓励，讲白就是钱啦。这游戏肯定是越来越好。